姑姑，你听说过欧罗巴吗？欧罗巴？我母后啊，特别喜欢欧罗巴的艺术，也教习过我一些关于欧罗巴的文化礼仪。姑姑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要不然我们切磋切磋。白姑姑求见大王。请吧。奴婢叩见大王。何事啊？奴婢从未见过如此行为举止不端的女子。姑姑何出此言？奴婢按照规矩教准王妃礼仪。为何不禀告本王？你就擅自做主自己去了？以后不用去了。奴婢正好也不想去了，这差事奴婢做不了了，大王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奴婢就此辞去掌事姑姑一职，求大王成全。既然白姑姑执意如此，那本王准了。谢大王成全。红秀，你这跳的真不错。是吗？公主，没想到您跳舞那么好，还那么热辣性感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词，奴婢都想学了。哦，那你想跳给谁看呢？我没有想跳给谁看，就是技多不压身嘛。成，改天我再多教你一些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公主，但是奴婢担心，万一白姑姑要是去跟大王告状怎么办呀？告得好啊！我就是要让奎木狼知道我如此顽劣不堪、不守规矩，好让他打消娶我的念头啊！